在信义区有一间远近驰名的泰式料理，吃到饱，甜美生虾，现做料理，充满各种你平常不会接触的味道。但你看完，你会想来吃吗？大家好，我是土豆。我们现在来到信义诚品这里了，然后在我们身旁的这家餐厅是泰式餐。你各位啊，你们就算没有吃过，应该有听过这家餐厅吧？它这家泰式料理在台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而且它也是被评为五星级的泰式料理，知道不？只不过啊，他今天的用餐费用差不多要1200块1300的了，我是还蛮好奇说他的表现会是如何啦。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进去吃吃看吧 ，Go！ 里面请哦。哦，谢谢。好，了解，谢谢。OK 啊，各位，我们现在已经就座了。只不过今天是平日的2023年2月15号，他今天竟然是客满呢。那等一下，我们就去拿点东西来吃吧。
OK 啊，各位，我们现在已经拿第一轮的料理回来了啊。只不过啊，他今天竟然有提供台湾啤酒哎。虽然说他这是泰式料理餐厅啊，但是说没有泰国啤酒没关系啊，起码有我们台湾的经典。来吧，那我们先用这个美好金黄色敬你们呐、啊。我们今天为这个美好的金黄色，我们特地坐了公车，然后转捷运过来这里啦。我们先从甜虾吃起来吧。嗯，它这个甜虾应该是我们在寿司店常吃到的虾子啊。但说它这种虾子只要是新鲜的，就好吃了、啊。哎、欸，各位你看，这虾啊，袂输阿哩波安记同款，足水呢。哇，连这个腌制虾也是哎、欸欸，有新鲜，整个甜味都起来了呢、欸。我好久没有可以吃到这么新鲜的生虾了。还有它这边有凉拌鲷鱼片吧？来吧，我们熟悉的扇贝。它的扇贝体验跟我们上次在丰富的一样，就吃起来有一种很适合拿去煮火锅的感觉。白虾，它跟我们常常在自助餐吃到那种熟冻白虾不太像，它这个反而比较有现煮的感觉。没有想到它这螃蟹里面竟然有蛋呢。来吧，海臭虫。没有想到连这个鲨鱼也是新鲜的呢。来吧，海瓜子。酸酸甜甜的酱料搭配上够呛够香的蒜粒们，它这个调味是我喜欢的调味。嗯，这蒜味好呛哦。
这个酸爽的口感搭配上像猪耳朵的嚼劲，它吃起来非常的清爽哎。椒麻鸡，这个鲜嫩香酥的炸鸡腿搭配上他们特调的椒麻酱，我跟各位说，它是好吃的椒麻鸡腿啊。我们这个美好的金黄色在敬你们呢、啊。欸、各位啊，它这个咖喱炒蟹上面应该是有加上蛋液下去一起炸，吃起来口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哎、欸。嗯。它就是花枝块，还有这个是红糟猪脚吧？各位，它这个猪脚跟我们常见的卤猪脚不一样，是它是非常具有 Q 弹的嚼劲，而且它的味道大多都停留在表面而已，比较没有卤到它的中心点呢。不过也 OK 了。还有这个是黑胡椒奇鱼片，它这个酱非常的入味，反而没有那种我们很常见奇鱼它自己本身的味道啊。还有我们来到这种泰式餐厅，不免俗的这种泰式奶茶也要喝一下吧。那我们这一回合的东西都已经吃完了，我们再去拿下一回合的料理来吃吧。给我一份烤牛肉，谢谢。
OK 啊，各位，那我们这一回合补强了刚刚没有拿到的东西啊。只不过啊，我们除了现做料理那边现在大排长龙之外啊，说真的，他其他也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了。来吧，柳叶鱼啊。它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很没有意外的中央餐厨柳叶鱼加塔塔酱而已啊。还有来到泰式料理店，我们一定都会吃这个月亮虾饼吧？虽然它是台湾人发明的。它这个虾饼跟我们市面上常见的厚饼皮虾饼不一样，是酥脆的薄饼皮，然后包着满满的海鲜虾浆。哎，哎，这个很有诚意哎。我们用这股感动的口味，赶快喝一杯啊！尤其他今天现场的啤酒还有提供这种冰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加分的东西啊。炸花枝，好像还可以耶。我们这回合终于拿到水蒸了。还有我们刚上一回合觉得它腌制虾还有甜虾都不错啊，所以我们这回合拿的还蛮多分量回来啊。哦，它这块肉好肥哦。敬你们的。
还有它这应该是正统的打抛猪，不是番茄跟九层塔的。它这个味道跟我从小吃到大打抛猪味道完全都不一样，该不会它这是泰国真正会有的味道吧？就是有知道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回答一下吗？臭豆腐，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豆腐味道跟我们夜市吃到的烤臭豆腐非常非常的类似啊。因为它这个鸡翅是带着鸡毛鸡翅吗？不过 OK 啦，我们已经吃完第二回合的东西了，我们再去拿下一回合料理来吃吧。我想跟点牛肉面还有酸辣汤。谢谢你。请给我牛肉、猪肉跟虾松各一份。谢谢。OK 啊，各位，那我们今天拿完第三回合料理回来了。哎呦，我们今天很奢侈的拿了牛肉面呢。不过 OK 啊，我们来吃看它表现会是如何了。好吧，它的面条吃起来有那么一点点没有味道的感觉，不过没关系啊，我们来喝喝看它的汤吧。来吧，牛肉。嗯，谢谢。我餐厅吃吗？哦，没有。那我们今天用餐的费用一餐是1265元呢、啊。还有这边是猪肉部分。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哎，怎么会这样？
泰式酸辣汤。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觉得它这个汤喝起来跟我们在那种超市买来回来的汤粉包所煮出来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相似，也许这是我的错觉吧。泰式炒饭。炒河粉，那这个是红咖喱蔬菜啊，我是觉得它这两样咖喱的调味啊，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香味或是感动的滋味啊。不过 OK 啦，我们这回的东西也吃完了，那等一下我们再去拿点甜点来吃吧。请用一份椒麻拌面，谢谢。OK 啊，各位，那我们这一回合有拿了麻酱面跟甜点呢、啊。
椰香西米露喝起来。哇，这个满满的椰香味，哇，好想舒服啊！然后他这边现场还有炸香蕉啊，我的脑袋顿时无法接受他这种感觉啊。哦，来吧，抹茶蛋糕。它的蛋糕是好吃的蛋糕哎。来吧，芒果冰淇淋啊！我们终于吃完了啦，那等一下我们去外面做结尾吧。谢谢。OK 啊，各位，我们现在来到外面了，我们来说说吃泰市场的想法吧。只不过今天这家泰市场它所在位置是在信义区最繁荣的地方，而且我们平日晚餐用餐费用也不到1300。虽然说这家餐厅所在位置是在信义区中的蛋黄区啊，但我是觉得它今天收费整体对比其他餐厅来说已经是合情合理了吧。1200多元的消费在那一块啊，说真的，你要说贵也不算贵，而且今天整体体验啊，从服务啊到环境啊，甚至到食材的表现新鲜度没问题。只不过他在开场的时候，他那种现点现做的料理啊，人潮众多。最好攻略就是说，你就先拿那些比较不需要现场料理的食物，先吃个一两轮，然后直到第三轮开始，周遭的人也饱差不多，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吃现点现做的料理。一场行云流水的攻略就这么完美。但是如果你问我说今天要我再花1200多块回来这边吃的话，我 OK 吗？当然是非常 OK 啊。只不过吼，我觉得下次来的话，我们应该可以自备一下瓦萨比吧，因为他那些生虾甜虾，说真的，如果今天沾上瓦萨比的话，一定会非常完美的，好不好？那各位看到这边，如果你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看到就去回复啊。还有，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拜拜。我蛮常看你的影片，谢谢。